中佐，你看，路上果然不见一兵一卒啊！中国人，早已被大日本皇军吓破胆了。六八五团埋伏在关沟和桥中一带，负责打头；六八六团负责蔡家峪一带。 负责斩药，六八七团埋伏在桥沟，负责断尾，都已经部署好了。独立团呢？独立团暂时还没有消息。报告首长，旅长命我来报，我军侦察兵在平阴关一带发现大批日军。好，立即通知各团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战斗时间听从指挥部统一调令。战斗打响后。 要猛，要狠，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，要在最快的时间结束战斗。快去！是。派通讯兵，告诉独立团，一定要把敌人的援军挡在一马岭。是。 杨团长，首长命令，你们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一马岭。知道了。肖营长，团长，带领你的营卡住隘口，这里是咽喉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敌人的援兵阻挡在一马岭。是。现在就等师部的战斗命令了。 日军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包围圈了。张参谋，到，传我命令，放信号弹，准备战斗。是。 七团那边打得也很激烈。
我们要守住老爷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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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住老爷庙
我们在这聊着，独立团能不能守住一马岭，至关重要。我相信独立团。 树背于我，战况紧急。张司令，来，你看，敌人解散隘口，咱们是要牢牢的卡住隘口，敌人有万难通过。放心，排长，这样有我肖司令在，一个鬼子也甭想从那儿过去。这是我的岗位。这，肖司令，给我活着回来！ 你们绝对不会放弃的，他们一定要拿下隘口。糟了，连长，你看，这敌人对他已经轰炸了。不要慌，告诉弟兄们，下去跟他们拼刺刀，咬那一块，非你之子没有用了。是啊，弟兄们，上刺刀！放刺刀！冲啊！